能不能不天天吃饭跟十多天没吃着似的，噎得哏哏的，天天第二口饭都得给你噎住。今天饭凉的，不是热的，我吃有点快了。那我们吃饭为啥都噎不着？他怕你跟他抢。天天吃的哏嘎的，有那老铁还以为，哎我操，这都撑着了。这蟹真大，其实是噎着了。这蟹咋了？你知道为啥我给你夹个螃蟹吗？啊！我就寻思你可别吃饭了啊，赶紧酥了酥了螃蟹腿啊，慢慢吃。太肥了这蟹子，我要给它周围它。儿嘎的，你能不能吃点肉啊？倒两口肉行不行？行了，太过瘾了。啊，你不给我夹肉，今天为啥小马没给我整青菜啊？土豆是啥？土豆是荤呐。啊，土豆就属于是荤菜，在我心目中。外边有肉。小哥，现在都男生什么样啊？二姐，你先别吃，我把这里肉吃完了，完你再吃。为啥呢？要不然他有荤。你是清真代言人吗？你咋知道呢？